朋友，你是来自倒位？我是新北市永和那边。啊，唔免讲地址，比较紧吼。今仔日咱要来遮唱什么歌？讲给大家听。八音之歌。什么叫做八音之歌？伊咧讲咱台湾话什么物件？七声八调，对不？用唱的方式甲唱出来。是这首歌曲吼，收录伫小弟的上新的专辑，吼，迄唔免特别记。嘿，小弟上新专辑叫《出一支嘴》当中啦。啊，即届吼，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吼大师级，就是有摕到咱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咱武雄老师本土语言吼杰出的这个贡献奖的这个武雄老师伊所写的吼，啊，伊写这个七声八调，伊上主要目的，我是最想要叫伊来讲的啦。啊，但是吼，今时间有限，伊人有伫咧现场，武雄老师。来阮身边，足侪经典的台语好歌，有台湾万词王之称，因为写一万条的这个词。八音之歌，啊，甲恁双手吼，来，最好来拍拍，听好来哦。歌词真趣味，吴勇老师所讲的八音之歌。看有老腿的所在，你行落去啦，嘿，唔通跋倒啦。